我们养护君子兰最怕出现这种情况，防不胜防。这种情况呢，就是被虫啃咬之后感染细菌，然后就慢慢腐烂了。所以说呢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主要是以预防为主。因为外面飞来的小害虫啃咬叶片，我们防不胜防，所以只能给我们的君子兰防细菌感染，防病害的发生。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上这种孵虫胺，这种孵虫胺它是胶囊型的，用起来非常的方便简单。我们只需要取一粒，然后直接打开，在这个盆的表面撒上一圈就可以了。这样通过胶水，它就会慢慢释放，给我们的君子兰慢慢的吸收。因为它是一种内吸型的，吸收到植株当中之后，哪怕是有虫子咬到这些叶片，它也不会受到细菌的感染。这样的话就避免了这种问题的发生。包括其他花卉也是一样，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雀爪兰，还有长寿花，这些植物都是非常容易招虫的，因为它的叶片汁水比较多，所以非常容易感染细菌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预防好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